人哦，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还蛮奇妙的歌曲啊。不过以他这一张专辑就打败了连续五年的 YouTube 的那个点阅率，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艾黛尔，艾黛尔果然是艾黛尔哈。没错，我们排行榜冠军呢哈。带来这一首，如果你的心门也被挡在外面的话，这首歌分享给送给大家了。Hello。Yeah.